那是来到国语乡，会当看到世界环境相当的清气，连婚纱嘛真难得看到。因为公所为二月开始办理课本生活产业蛋的活动，所看到的信号。菜蛋的价钱呐、啊，差不多35000多块。那就这个利用一点点小的经费，可是能换取整个我们的乡境这么干净、这么美丽，尤其民众这么配合这个活动，我们一直希望延续着下去。其实国营公所在去年就办过一届，不过当时因为经费问题来停办。今年在乡亲的经费支持下，为二月重新办理，都换了将近7000个的卵。乡亲参与嘛真踊跃，但是有发现民众为其他所在捡粪扫来换，为着公平的问题，公所嘛再次停办。这段期间来，因为数量太过惊人了，所以说我们考虑到整个活动必须要做一个部分的检讨。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民众有在外乡乡镇市去拿一些烟蒂来我们本乡兑换，那对于这样的话，这种情形可能会影响到公平性的问题，还有对我们整个乡境的乡库啊，会造成一种冲击。虽然需要大约100个婚纱才会当换一个茶叶蛋，不过也是吸引真侪人来换。公所前这队长张俊的表示，这茶叶蛋接过的人拢真热络，有民众一天都换100多个了。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有一位乡亲哦，他来兑换109颗，然后说他是因为收集好几个礼拜，然后来兑换。那我有请教他，他说他将这些茶叶蛋带回家，然后与左邻右舍共同分享。目前公所暂时停办，张俊的表示，若是找到更较好换茶叶蛋方式，也会继续来办理。记者王真心，长报道。